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方丈。好，各位大德，我们今天继续研究《楞严经》这个响应十魔。啊，我们上礼拜已经介绍到这个第五贪求敏感，所以今天呢要从第六贪求静谧237页。最后七行这个经文，贪求静谧这段的经文，有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克己心情，要处因疾，贪求静谧，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本不觉之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因善男子处，呼作说法，令其听人各知本业，或于其处遇一人言，汝今未死，已作畜生，赐死一人于后踏尾，顿令其人岂不能得。于是一众倾心倾服，有人起心以知其兆，佛律以外，从家金苦，诽谤比丘，骂力徒众，奸陋人事，不必讥嫌，口中好言，未然祸福，及至其死，毫发无失。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现亡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我们这一段呢，这个贪求静谧啊，就是不要忘记，他这个是破了受因，进入响因趋敏趋语。所以呢，一开始呢，经文呢都是固定的那几句话：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就是呢已经突破了受因啊，然后呢不遭邪律，就是他不会有那受因十种的那个干扰了啊。所以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啊，麻烦的就在这边，心爱什么啊？那么之前呢已经五个了啊，从第一个开始啊，贪求善巧，第二个呢贪求精力，第三个呢贪求契合，第四个呢贪求辨析，第五个贪求敏感，现在这个呢贪求静谧，那个字念谧啊。但是呢旁边那个科判的小字呢啊写了不少啊。那么你可以看今天的讲义啊，我把它呢就抓出来哈，在这脉书上面这样写的，他说此科呢应该是贪求宿命啊，也就是后面的经文看起来呢啊，玩想玩模式，后面的模式呢讲的都是宿命通，恐与下科颠倒差误，但是呢又与上科皆为宿命，所以呢上多视之过去，此多视之未来啊。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呢，正脉书教光法师他对这个宿命通他的解释呢是也知过去也知未来，通通都叫做宿命通啊，这导致他会有这样的写法。但是呢我们后来比较严格的规定呢，就比较严格的定义呢，宿命通是知过去，知未来呢是属于天眼通哦。所以呢在教光法师这边呢他并没有这么严格的划分这个定义，因此他才会说呢上面那一颗啊贪求敏感那一颗是知过去，然后呢这一颗第六呢是知未来。那为什么会根据这样判别呢？因为就是根据237页最后两行这边啊，他说呢这个被魔所护的人对着听众其中一个人说，你虽然还没死，但是呢你造那个业了，早就知道了你下辈子一定去做畜生啊，所以呢你不信，你看我叫人家把你从后面呢尾巴踏住啊，你做畜生一定有尾巴，我把你尾巴踏住你就起不来啊，一个人怎么会有尾巴呢？所以呢实际上他是用神通让他呢起不来，
然后呢，大众就以为啊，这个老师呢已经知道将来的业力了，业报了啊，所以呢是知未来啊。他根据是这个来判啊，这一段多是知未来啊，所以这就是呢，根据这边他还是觉得这是一种宿命通啊，所以才说呢，教光法师把这个宿命通呢两种知过去知未来都叫做宿命通啊。那么为什么他说很像是这个贪求宿命呢？因为你翻过来238页啊，第七段是贪求宿命啊。然后呢，他说根据第七段里面的模式呢，其实很像静谧之事啊，因为呢，在第七段里面有讲到呢，别人都不知道的宝藏，乃至呢那一些呢浮尘啊。都是呢一般人没有办法发掘的啊，都是呢阴极隐微之类，结果呢这个被魔所护的人都知道从哪边拿出这些东西出来，所以呢所玩的这些模式呢啊，所表现的这些模式呢都很像呢是静谧之事，所以他认为教光法师一直认为这两颗呢颠倒了啊。而且呢，他在第七段这边写，你看讲义的第四行哦，且不是上科了然显于速通，上科就是指第六，我们现在正在读的这个第六啊。他说这个第六科很显然就是宿命通，虽然是知道过去，但是他定义就是这叫做宿命通，所以他说呢，上一科呢很明显的就在讲宿命通啊，所以呢他就一直怀疑，教光法师一直怀疑一人一时互相倒换。理或有之再想啊、哦、所以呢这就是他一直有这样的疑惑啊、哦、但是呢我觉得他最大的疑惑来自于宿命通跟天眼通他把它混在一起了。他的天眼通只是知道空间的，宿命通是知道过去知道未来，两者都包括，但是后来的定义呢，天眼通是包括时间包括空间，空间的话呢就是天眼通没问题，时间的话呢是知道未来，宿命通是知道过去，但是呢宿命通只有知道过去的事，没有知道过去的空间吗？也可以的哦。所以呢天眼通宿命通都可以知道空间上面的事情，只是一个是过去的宿命通，一个是未来的天眼通。那如果你用这样的观念去看这两段呢啊，这个贪求静谧这一段呢的确比较偏向于知道未来的天眼通、哦、然后贪求宿命这个呢，那就的确呢是知道过去的宿命通、哦、所以就不会有这样的混淆了、哦、好，这是先把这一段呢、啊、跟前后两段做一个比较、哦、然后呢现在呢就比较麻烦了，就是这个人怎么会落入这样的一个魔境呢、哦，就是经文里面写的心爱深入克己亲心情要处阴极贪求静谧这几句话、哦、这个之前呢大概都是三句，这边呢变成四句啊，多了一句啊，但是意思都是一样啊，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呢请看讲义啊、哦、心爱深入这个其实呢文字很含糊笼统，那我们就依着这个正脉书这样的解释啊，正脉书说呢，心爱深入呢，它就是那个深的定，穷极定境。所以呢，既然要把禅定呢境界更加的深入，所以绝对不想被干扰、被打扰，所以呢才会说呢，求阴极要处阴极，然后呢贪求静谧要很安静。不会被打扰，最好呢别人都找不到他哦，所以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贪求，所以呢正脉书就会说这个就是禅定的极境。他就引用法华经的那一段，深故悠远无人人能到之处，经文看起来就合乎他要解释的，但是实际上呢你把后面的那个法华经的经文把它对照来看，法华经的经文意思比这个更深了啊！因为呢这个法华经这段经文是在第十品法师品，
啊，讲到这个，有人在问墨学说，那这个楞严经快讲完了，下一次要讲什么啊？我也是想过，我内心呢是一直很希望是自己呢，跟着呢，就是跟着老和尚讲的哈，跟他讲的，我学无量寿经，学楞严，学法华啊，那学到现在呢，法华都没认真学啊，所以呢，我打算这个讲完呢，还要讲法华经的法师品、法师功德品，目前有这个想法，而不是整部经，就像一品一品来，一品一品来，或整部经还得了？要讲到哪一年哪一月？一品一品来这样。哦，那你说那最代表性的不应该是方便品吗？方便品很多人说了，对不对？那法师品、法师功德品。很少听啊，对不对？大部分尤其呢法师品、法师功德品、法师功德品第十九品呢，啊，通常呢讲法华经的人哦，前头都讲很详细，越讲后面越讲越快，所以法师功德品大概就这样一下过去了哦。那讲到普门品再讲详细一点这样哦，所以呢这两品应该是平常比较少人去研究去讲解啊，但实际上这两品对于你真的想要弘扬法华经的人是非常重要的良品啊，哦。好，目前是这样的计划了啊，所以刚好引用的这一段就是法师品啊。这边的经文呢，一切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熟此经，就是法华经。此经开方便门，是真实相，是法华经藏，深故悠远，无人能到。经佛教化成就菩萨，何谓开示？所以呢，你。光是这样的前后文的经文一看就知道讲的是法华经藏里面的那个甚深的教理啊，哦。当然这里面那你有没有讲到禅定的境界，那当然也是可以说是有的啊，哦。所以现在呢教光法师引用这一段经文来证明呢这个人很想要达到这种无人能到的这种禅定的境界啊，哦。但是呢他就说了初学啊，初心不因躁欲求之啊，不可以呢想要很快的达成，然且不但只求极尽，亦欲尽极发通，备知幽隐幽隐之事，这才是问题所在。他并不是只求禅定，他想要求很深的禅定之后呢就可以有通发通，这时候呢备知幽隐之事，所有别人看不到的境界他都可以清楚都可以看到，内心就是有这样的贪求，所以招感模式原因就在这边啊，所以这是他的问题所在啊，为什么会招魔就在这里啊，所以呢他既然有这样的贪求，因此呢魔呢就附在某一个人的身上，非经缚人口说经法，那被魔所缚的这个人他自己也不知道被魔所缚着了，所以他说呢其人就是被魔所缚的那个人本不觉知魔着，他也自己以为得无上道了，得无上涅槃了，那之前就如同之前讲的魔力加持之下让两方呢两人能够碰到一块，然后这时候呢就为这个修行人啊，破了受因的这个修行人呼作说法啊，那下面呢就开始展现他的神通在哪里了。第一个令其听人在底下听众都能够各知本业啊，所以各知本业应该是知道的是过去的业嘛，所以因此呢请看讲义灌顶书呢他对这一段呢就稍微把它分开分成一二三四这样子后这样几个去分析。第一个有静谧爱心魔极趁着他的这种贪求的爱心现阴极之事以获之。啊，那么这个什么样的阴极之事别人都不知道的，我可以知道你们过去的业。本业，甚至我有能力就让你们自己都知道自己过去的业啊，所以呢用这样来诱惑这个修行人啊，所以呢或有爱知见心魔则现宿命他心等通以炫之啊，
所以让大家知道本业过去的业代表宿命通。然后呢，后头说呢，你还没死，但是呢，我知道你将来要去做畜生，不信呢，啊，我就叫人家踩着你的尾巴，你就起不来。所以呢，知道将来会去做畜生，后世的果报，这是天眼通，啊，所以灌顶术呢，已经比较采用这样，知过去的是宿命，知未来的是天眼通，啊，这时候呢，表演了这样的神通，一众轻浮。啊，清心清福，完全就相信哇！我这个师父，哇！我这个老师真的又有宿命通，又有天眼通，啊，又不只是知道他自己的，连我们的他都知道了，啊，太厉害了哦！所以呢，主人与同行会众皆被惑乱，这主人就是那个破兽音的那个人，啊，所以全部被这个被魔所护的这个给惑乱了，接下来。有人起心以知其躁，就是如果他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人起心动念，这师父这法师今天要给啊，马上他就知道，你不要乱想，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知道你在怀疑我啊，你怀疑我，你不认识我，我可很认识你啊，就把他的很多事情见不得人的事情呢，哎，就这样点出来。啊，那个人就不敢说话了。啊，哦，这老师真的厉害，啊，所以呢，这以知其躁就是他心通。啊，观顶师说这个就是他心通。啊，那接下来佛律以外，众家惊苦，诽谤比丘。啊，他为什么要或者是从家惊苦？他自己非常守戒律。佛律以外还非常的苦行，从家精苦精进，用这个来显示什么？我很用功，但是有很多出家人一点都不用功，诽谤比丘，是为了要凸显自己很厉害很用功，然后呢，为了要相形之下，一般的出家人比不上他，是为了这个目的哦，然后呢，骂力徒众，奸落人事，不必积嫌，代表我很用功在修行，我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其他这些人啊，你们不要遮遮掩掩的哇！你们再怎么遮掩，我都知道啊。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就开始揭露人事，揭人疮疤，揭人隐私。不必积嫌，目的在吗？干嘛？凸显自己很厉害，自己真的很用功，其他的人都比不上他。哦，而且讲的，让听的人后来去查证查证，哎，还真的有这件事情。果然，他不是这个随便乱讲话，不是随便乱骂人的，哦，就更加信服这个人了。各位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碰到的是这种现象，你难道不会对那个老师、对那个师父特别的敬重吗？厉害，果然是大善之士，果然是真正的修行人。因此呢，你就会否定、轻视其他的这些出家法师啦什么的，啊，虚有其表而已啦，有名声而已啦。你就会越来越幸福，然后呢，就越来越看不起其他的这些法师们。你说呢？难道人家这样不对吗？让我们有一个评判的那个能力，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所以判断不出来。现在有一个善知识告诉我们，然后呢，指导我们怎么样去分辨真妄邪正，不是很好吗？问题是他的判断标准是他给你的，是你听了他的话之后你再去加以判断的。所以你往往我们去看某些人事，如果先带着成见再去观察某些人某些事，
你就越看就越像自己本来有的观念，本来有的成见。问题就在这里，你一开始就不够客观，因为你一开始就相信被魔所护的这个老师、这个法师，先落入印象了。这时候你再去看那个人、看那个事，就越来越觉得就是这样。问题所在是在这里。你说那我们怎么样避免这个？我们凡夫很难避免，号称自己都很客观，说实在话，只要是凡夫，不可能完全客观，只能够接受祖师大德啊的这一些开示啊，尽量的呢，不要一下子呢，接受了一个讯息，马上就认为，这个人这个事就一定是这样，除非你能够是这样，否则你一接受了、认定了，再去观察人、观察事，啊，有时候呢，事情就会如同你观察的就这样定案。这个量子力学里面也是用这样的说法，怎么会是这样啊？一个观察者，本来那个粒子啊，它还没有呢尘埃落定，他们翻译成崩现啊。那我们是说把它这个踏实了，老和尚是讲把它着实了、踏实了啊。就是当你有那个粒子呢，被观察者所观察的时候，它就定案了。讲白话一点，它本来不一定是那样子，可能是光，可能是粒子啊，但是只要有观察者一观察，加上观察，也就是说那个 feel 那个场决定之后，它就有一定的特性就出来。基本粒子是如此，一堆基本粒子合起来的物质当然也是可以如此。所以呢，用这个观念去说明为什么意念念力可以让很多事情具体化，也就是我们这边讲的想因后头是什么，融通妄想，它可以融通心法跟色法，它可以融通身跟心，它可以融通无形跟有形之间，就让它定案了，完全是透过想。那套句俗话讲，透过意念，透过念力，就可以让很多事情就朝你自己的意念念力这样去发展。所以这边也是这样，这个被魔所护的人就表演这些争取你的信心之后，就可以带着我们的念头，把我们的意念导向他想要引导我们的那个方向走。好，问题就麻烦就在这里。那想因区域没破的这个修行人，一刚开始他因为有所求，结果呢碰到这种状况之后，他完全就迷失掉了。问题就出在这里。好，那我们继续把那个灌顶书那个念完。知造就是他心通，就是呢有人起心动念，他马上就知道你动什么念头，他马上知道，他心通。揭露人事不必机嫌，天耳通。哦，他这个其实没有那么明显，他只是呢就用这个呢就把它加进来。你看前面有宿命通，有天眼通，有他心通，有天耳通，哦，所以呢，这个揭露人事呢也可以这么说，他有天耳通，所以都可以听得到啊，人家私底下讲的那些话。哦，那发人施事曰揭露，就是呢揭人疮疤嘛。吼，造就是开始，众家惊苦者或者从家惊苦者，断五味裸视之，拔发熏鼻，头灰卧脊等，就是呢过去印度外道的那些苦行外道，乍现精进以耸动人心。然后为什么要去攻坚，要去发人家的阴私呢？希望透过一种对比，让人家呢
相信自己，臣服在他的座下，哦，然后要傍身骂徒，显自己为法高，见他人皆行脸。就刚刚墨学已经用白话讲过了，哦，然后呢，令人背正向邪，通通皈依他，通通跟着他，设佛规模，哦，然后执掌书也是这样写的，哦，我只是把重点呢把它整理出来这样哈，魔力色重，所以呢，下面第一句那个听人各知本业，非是听人能够自己知道。该是听其所说，汝前世本是何人，作何所作何业，遂自以为知也。啊，可是要怎么样证明？我告诉你的过去，你的过去的业是什么？就是用后面那一段，连你的未来我都知道，所以我可以知道你的过去。哦，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哈，哦。所以呢，他说这种通呢，显过去啊，于后踏为这。这个通呢是通未来，然后才动念头啊，以知其起心之始，造之何缘，显立通现在，啊，通过去，通未来，通现在，啊，然后呢，魔意将为能通三世，就是圆通。你们不是要修圆通吗？告诉你，我这个就是圆通，过去、现在、未来，我都知道，啊，而不知圆通甚用，不，其实不止这样而已。但是呢，你连这个都没有，你修什么圆通？他就表演，我可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那我还有什么不通的呢？哦，然后再来，口中好言，回到238页的经文第二行后，这样的人呢，口中好言，未然祸福，还没有到的这些祸福，时间到了，真的讲的毫发无私，所以他证明。我真的不是骗你们，我真的有宿命通，我有天眼通啊！如果到时候你我预言啊，结果呢，时间到了，什么事都没有，多讲两次，人家以后你讲的话，人家就不信了啊！所以他这个是真的毫发无私，麻烦就在这里哦。那么执掌书，请看讲义，执掌书这段呢啊，他的。分段不太一样，所以呢，就又回到前面那个毁谤比丘吼。为什么要毁谤比丘呢？刺其不能精苦，那骂力徒众呢？显己无有私爱。我不是只批评别人，我自己的徒众我都要教啊，啊，所以我骂那一些比丘呢，是为了他们好啊，啊，所以呢，我自己的徒弟我都很认真的教啊，啊，欸他这样的写法也还蛮合理的然后呢再来兼诺人事攻发人的阴私不必积嫌为什么我是好心啊我是直心为人啊全部是为他们好啊希望他们改过啊冠冕堂皇所以执掌书写这一段还真的是写到一般人的那种内心的状态，然后好言祸福，就是呢，己未到先知啊，先己了，显示自己很多事情还没有到，他就先知了。时至无私，时间到了，事情果然像自己所讲的这样，是己所言必应，显示自己所讲的一定会应验。凡此者，都是故为诡异之语，以炫饰也。啊，呜呼！庸庸路人，一旦为魔精所护，便能如是鬼言异行，非具正之正见，鲜有不惑为菩萨而深受其害者。啊，真的呢，就会相信这样子的人。啊，不是随便乱批评的，不是随便乱讲的，他讲的到时候都是毫发无私呢。你想想看。这个人你不信，你还跟那些只会讲语言文字教理的人干嘛呢？要跟着这种真正的善知识啊，麻烦了啊、哦！你说我们怎么判断啊、哦？真的不容易判断啊、哦。然后佛呢就接着讲了，这是什么现象呢？这个是大力鬼连脑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即使已是具现亡难啊。后面都一样。好，大力鬼，啊，那么灌顶书呢？他说，大力鬼
是因为具有五种神通的大威力，所以称他为大力鬼啊。那么这样呢，他过去呢是代称杀心修禅成者，就好像呢前面的经文有写到，纵有多次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落神道，上品之人为大力鬼啊。那个就是在四种决定清净明慧165页那边，各位翻一下165页。164页呢是先讲淫啊，然后呢165页呢开始讲杀，所以呢在165页的中间的经文啊，如果呢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落神道，上品之人为大力鬼，中品是飞行夜叉诸鬼帅等，下品呢是地形罗刹。所以呢他是代称杀，所以变成这种大力鬼啊。好，另外还有一段啊，回到讲义灌顶书这边，勤少想多，轻举飞远，即为飞仙啊，就是呢九想一勤，然后呢八想二勤的大力鬼王，这个呢在哪里呢？206页这边啊。这边就在讲那个分内分外啊，几情几想的那个，如果是纯想，那就是飞天升到天上去，然后呢再升到天上去里面，如果兼福兼慧，那就可以呢可以见十方佛啊。否则的话呢，就206页最后四行这边，情少但是想多啊，那种分外的多轻举的多，往下沉的少啊，所以呢就是飞仙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形罗刹，可以游于四天所去无碍。但是经文没有写几情几想，只是注解里面有，因此呢这个灌顶书这边呢就顺便呢就交代了一下，如果是大力鬼王是属于第二句，因此呢是八想二情，如果第一句飞仙那是九想一情啊。然后呢再来第三个飞行夜叉地形罗刹，那个情就越来越多，想就越来越少，这样子。所以呢要去了解那个大力鬼王也可以从这一段去了解。再来的话呢，如果配合实习音，也就是呢214页那边这个十种响音十种魔不是都配合这一段吗？那前头1、2、3、4、5都有照顺序这样排，所以呢照着这个顺序排下来，现在是第六，因此呢它就属于恶鬼哦。所以这就是呢灌顶书他说呢按实习来配，就是呢恶鬼。那恶鬼怎么会是大力鬼呢啊？他就稍微解释了一下，因为呢过去的习气共高我慢，空腹虚脚，果呢因有这样的习气，果呢就做魔使去毁谤三宝，骂力示众，假现大德，威猛势力，所以叫做大力鬼哦。用实习因来配是这样啊，如果用意识来配，那也就是眼鬼第七个，等于他把214页那边的第六跟第七都可以呢算作是这边的大力鬼啊。为什么可以是眼鬼呢啊？他就解释，因为他有五通，他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啊，宿命通天眼通等等啊，然后可以兼发隐情，欲仙祸福，如眼魅鬼，可以符合人心，手足宛然，可是内不能动，所以把眼鬼称之为大力鬼哦。他有一番解释，但是呢这后面这几行目的就是要配合前面那十种鬼啊，什么哪一种鬼是属于大力鬼，就是呢这个是第六跟第七恶鬼跟眼鬼这样子啊。这个是灌顶书有考虑到这一点，否则的话前头都是照顺序这样排，那到了第六个到底要怎么样去解释恶鬼跟或者是眼鬼的事情呢
啊，他这边稍微加以解释啊。好，以上呢，这是第六，贪求静谧啊，第六。再来第七，回到课本238页，第七啊，贪求宿命。有三男子受因虚妙，不着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知见，勤苦研寻，贪求宿命。而是天魔后的其变，非经护人口说经法，其人殊不觉之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乃比求知善男子处，夫作说法，世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大宝珠，其魔或时化为畜生，口衔其珠，及杂珍宝，检测服毒，诸其异物，先受彼人，后着其体，或又听人藏于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处，是诸听者得未曾有，多食药草，不参加钻，或食日餐一麻一麦，其形肥充，魔力持故，诽谤比丘，骂力徒众，不必积嫌。口中号言他方宝藏，十方圣贤潜匿之处，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奇异之人，此名山林土地城隍穿越鬼神，年老成魔，或有宣淫破佛戒律，与尘世者潜行无欲，或有精进纯食草木，无定行事，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时俱现亡难，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这里面呢，改一下他的科判，就是238页倒数第四行上面那个子三，他这边呢还是一样说邪或言，也就是他是抄那个第二行的这一页的第二行，其实呢不对啊，这个应该是邪或之言啊，邪或之言啊，正脉书本身的文的书里面是用这样的四个字啊。好，没关系，这个首先呢，心爱之见，这才是重点啊。然后勤苦研寻，贪求宿命，所以心爱之见跟贪求宿命有什么关系呢？啊，所以请看讲义，执掌书呢，它的解释呢，文字比较多，然后呢，可以完全配合这个文字呢，你就了解他的心爱之见是什么。心爱之见者，或因修三摩地，世事窘乏。或因利益众生，诸缘不备，是为了自己生活有欠缺，或者是要利益众生的时候呢，因缘不足，就是也是一样有欠缺。哦，因此呢，欲知宿命所宜珍宝，金宝，欲见地中所引福藏。啊，所以他欲知欲见，心爱之见，指的是这件事情。哦，那如果照现在在台湾不需要去挖地下的宝藏，只要知道将来那个威力彩啊，那个20亿那个是什么号码，赶快先知道之后赶快去买一张啊，就指定那个号码，哎，这样就有了。所以呢，这个是古时候没有那种游戏啊，金钱游戏，所以只好呢去挖那个宝藏。所以执掌书呢是用这样来解释知跟见，可是挖的东西呢是宿命所留下来的，过去自己留下来的，或见地中所引福藏，而且没人的啊，大家不知道啊，很久以来就埋在那里这样子。所以有这样子的知见熏习在心，于三摩地中起诸心爱淫也，就很想要去贪求这个东西。隐呢，就是用虚幻影像啊，然后勤苦研寻者，为精勤辛苦各处研寻，想要去找到这样子哈。所以贪求宿命，贪求宿命所宜之物。所以呢，执掌书用这样的解释来说呢，因为是完全贪求那个事物，因事起贪，较前面游离起爱者，更为自魔之术。所以一呼令天魔得变，很快呢天魔就得变了，就能够趁隙而入了。哦，所以他的勤苦研求，在执掌书的讲法呢，就是呢精勤辛苦各处去研求，或许在这附近呢没有这些宝藏，换个地方或许就能够找到。
啊，是用这样子，然后呢，所找的都是过去埋下来的这些宝藏，啊，他用这个角度去做这样的解释，很容易就跟宿命呢就完全吻合，不需要像执掌书啊，像正脉书说那个经文要调换啊之类的，不用啊，啊，如果照这样解释，经文不用调换哦。好，再来现邪惑事这边。啊，世人无端于说法处，这是一开始是世人，然后呢，那个第二段呢，诸其义务先受彼人，所以呢，在正脉书的解释呢，他说世人跟彼人要先搞清楚。第一个，世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大宝珠，就是指破了受因的那个有心有贪求的那个人，皆指贪求本人而言。哦，所以呢，就在呢听法这个被魔所附的人说法那个地方，我在那边听，当下就得大宝珠了。你不需要再到处辛苦研寻，到处去找。啊，我带你去，然后呢，你就在这边安心的听我说法，听完之后，你要的就在这里。你看。我是不是功夫比你高？而且合乎你心的爱求，你不是要求这个吗？你乖乖的跟着我学就没问题了啦，不必到处去找啦，这样子。然后呢，甚至呢，还表演下面这一套：奇魔惑时化为畜生，口衔奇珠及杂珍宝，检测糊涂诸奇物，来给这个人。你还不必自己挖，马上就有这个畜生呢，从那个石窟里面就把你咬出来，证明这里面真的有你要的东西。所以魔化显宝，改未复人时，先现此，而后方复之也。正脉书的意思是说，魔先用这种动物的。把那个宝珠显出来，然后呢，整个宝珠一放下，那个魔呢就附到人的身上去。所以那个彼人啊，先受彼人，就是指那个被邪附人。所以他才会说呢，那个魔用畜生的形口衔宝珠出来之后，然后呢，畜生不见了，其实又回到了那个被附的人身上。这正脉书的解释是这样。那我参考灌顶书，参考执掌书，解释都不一样，所以我懒得再引了，免得大家混淆了。就采用这样的就 OK 了，反正都是呢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了哈。那么这样又听人而藏诸者啊，那么你看为什么他这样解释呢？你看正脉书这样解释也是没有错，先受彼人，后着其体，不是这么明显的经文吗？所以先把宝珠给那个魔被魔护的那个人，给了之后，那一只畜生不见了，就附到那个人身上，不是破受因的那个人哦，是被魔护的那个人。他讲的彼人是指这个哦，然后再到这里是一段，接下来一段又听人藏于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处。这个正脉书的解释呢，是说呢这一段。其实呢，是魔先暗中已经埋好了，先以暗埋，后对众出之，诱人惊信也。实际上不是术士埋在那边，是魔呢先埋在那里，然后藏于地下，然后呢之后呢再说，哦，你看明月珠一照，你看洞里面地底下就有这些宝珠。所以四诸听者得未曾有，哇，果然厉害，不必要像那个什么神鬼传奇这样子到处这么辛苦的去挖那些宝珠，自然跟着师父就对了，再来多食药草不掺加钻，或食日餐一麻一脉，其行回冲，魔力持故。这是又另外表演一套，不需要
吃那么多，你们吃那么多是因为你们烦恼重啊。我呢，我只要一天就像释迦牟尼佛这样一天一麻一麦，但是你们看释迦牟尼佛当时候一天一麻一麦瘦的皮包骨，我不一样啊，你看我道行比他高。我虽然 一天一麻一麦骑行肥冲，身体还这么好啊，所以就表演这个。然后经文释迦牟尼佛直接就讲了，为什么可以这样？魔力持故，魔力加持啊。所以呢，正脉书说呢，这些都是惑人之事啊。那至于诽谤比丘、骂力徒众不必讥嫌，就跟前面一样了，解释就跟前面一样，不需要再另外再多解释一次了，都是要凸显自己真正有修行，其他的人都没得，都不会修行这样子。然后骂力徒众，如果赵执掌书讲的啊，你要跟我学，你得要用功啊，你不用功我都知道，当场开骂。哦，代表我对我的学生都要求很严格，你们要跟我学得要啊，那大家说陪点看俺呢，你要认份一点啊，否则你不够资格跟我学啊。那你就一听，哇，果然善知识，麻烦哈。然后接下来口中好言啊，那我带你们去找到一个地方，其实全世界有些兄弟很多啊，不是只有我带给你们认识你们这个地方啊，他方宝藏多的是啊，更何况你们只求的是金银珠宝的这种宝藏，还有很多呢，真正的大修行人都躲起来，不让你们知道了啊。不信呢，哪一天我带你们去某一个山上深山里面，这里面就有真正的大修行人，平常呢是不可能让你看到的，你们跟着我去，他呢我们有交情，他会出来打个招呼，你们就看得到。说的好像我经历过一样，我就听人家讲过，他师父是这样，都带着他们去深山里面，都会见到一些什么什么的。那个师父已经往生了，所以不要问我是哪一个。啊，所以下面这一段就讲这个，十方贤圣潜匿之处，你跟着他去，往往见有奇异之人。真的是有这种说法，而且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啊，十几二十年前而已啊，啊，好，那么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呢，检测服毒，这个我们比较不容易懂啊，检测服毒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呢，就引用《灌顶书》，他写的非常的详细啊。检测服毒呢，他引用《春秋左传》里面写的。大事疏之于策，小事呢就简读而已。所以呢，注解里面就写，用比较大片的竹子记录事情的，就叫做策；小片的竹子记录事情的，就叫做简。哦，然后呢，不是竹片，是木板的，就叫做读。所以这个就是检测读。所以呢，刮胡里面就说明。为什么是这个？因为古时候没有纸啊，竹子来作为记载的这个工具。然后呢，上头写的不是一般的事情，还是写的是军事国家的事情啊。那如果是整个木板片，那就是读。有四千战旗上这个字不太会念哈，读从片也啊。大概呢，就说明一下那个木片的毒，木毒是什么东西。好，再来符器，啊，这个就是一种符信。汉字呢是足长六寸，分两半而相符，所以呢，把很多呢那个指令就写在上头，或者符号就画在上头啊。所以呢，两相符合不差啊。你先带着，然后呢，有什么事情我会特别呢交代一个人拿着另外一半去跟你相扶，啊，
如果是服得来，你才听他的，他等于这个人就是我派的。如果他的服两半呢，不服不起来，讲什么你都不要听。啊，类似像这样，所以这等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password 啊、密码一样。你虽然有 username 啊，但是呢，你没有 password 不行啊。啊，OK， 那么这边呢，除了这个之外啊，有同符虎符之命啊，材质还不一样啊，代表呢那个命令重要不重要啊？以同为之，以足为之，宿命于上，披中开二，半户于将，半存于内，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是写个符啊？从足从符，竹片做成那个符，上面一个足，下面一个符，符呢就是交代命令用的哦。那有机密传宣、合符取验等等啊。那奇异物啊，这一段呢就是下面那一句。啊，检测符毒诸奇异物，啊，例如呢，化符诀、赐鬼神、造钉甲、奇风雨、奇方药术、宝剑兵书等，哎，这个就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面写的了。啊，那个畜生魔不是化成畜生吗？从宝洞里面哈，然后呢，口含那些珍宝，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检测狐毒诸奇异物啊，九阳真经就被他带出来了，这样九阴真经啊，就那个畜生就把他带出来啊，这些都是诸奇异物啊。这灌顶术啊，这边呢就讲的比较详细一点，所以呢碰到这些呢，一般人就觉得哇，这个才精彩，不然跟着法师学习，一天到晚都叫我们读书而已，对不对？嗯，这才是真正的校外教学，真有趣。好，所以呢，这个是到这里啊，然后呢，出名示害啊，邪惑之言还没讲哈。邪惑之言呢，对不起，正脉术这边他的解释很短，他说：“详其言义，皆但阴影之事，不是宿命，宜未知。”所以呢，他说讲的都是宝藏啊，十方贤圣潜匿之处啊，见到奇异之人啊，都是看不到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这一段应该是属于贪求禁密。正脉书就是前后文他都这样解释，他认为这一段应该是贪求禁密。然后呢，这个前面贪求禁密那一段呢，才是呢这个阴影的事情，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他的意思是这样，那灌顶书呢就没有完全采用这个意思了。你看哈，他说说异言异端言啊，以下这一段就是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一般人不容易了解的。说异端言里面讲宝藏是过去的啊，存在那里的宝藏，说十方圣贤过去未来。通过现，通过去跟现在，对不起，过去跟现在，再来，异人往往见有奇异之人，现在跟未来，啊，通现位，所以呢也是三世，所以合乎宿命通，合乎天眼通啊。上面现阴事以炫人，上面那一颗一般人看不到的阴极之事，此说阴事以古人。炫人跟古人，古人就是鼓励啊，让你觉得哦好药啊。那么曰神通，说宝藏有天眼通，有他心通，知道有十方圣贤，有宿命通，有天耳通啊，见有奇异之人是神境通，那往往就配合这五通加以解释了啊，都说得通。OK， 好，那么鬼神，山林、土地、城隍穿越鬼神，佛就说呢是这种鬼神，年老成魔，哦，所以这是第一个名字。再来的话呢，后面有两个祸友，
你注意看那个经文，他们所表现的呢，一个呢是偏在，还是一样男女的情欲。所以呢，破佛戒律与承事者潜行无欲，承事者就是徒弟，供养恭敬供养他的，啊，就会跟这个徒弟呢啊潜行无欲，啊，就让人家看不到，暗中做事情啊。另外一个呢，那就更正派一点。前面那个还邪派，还很容易事情败露的话，你就认识他的本面目了。可是如果后面这个呢，精进纯实草木，但是无定形式，恼乱世人，哦，所以这个有什么问题？他又那么精进，又没有乱搞男女关系，有什么问题呢？这就是我们去看注解才会知道。那正脉书呢就没写这么细哦。好，请看讲义第二页最后一段。灌顶书呢，他说这边既然佛呢是讲鬼神，山林土地城隍穿越鬼神，所以呢也是呢带杀修禅成者，杀心还是没有除。教前鬼中上品大力鬼王，哦，上面用的是大力鬼，这边用的是鬼神，所以呢也是呢上品大力神王，也是鬼神王，也是很有力的鬼神王，哦，是这样子。然后再来，神道有多种，这边经文写山林土地城隍穿越，其实呢就是包括了很多神，如同地藏经，如同华严经，就列出这很多种神，哦，地藏经有列出山神、海神、江神、河神、天地昼夜神啊，穿泽空灵神啊，饮食苗架神啊，花树草木神，华严也一样，华严也列的更多，哦，所以华严跟地藏列出很多神，但是呢，在华严里面，这些神其实都是菩萨。地藏经只是没有很明显的说，哦，但是呢华严呢就很明显的都说这些神代表的，甚至有的是登地菩萨，都还是登地菩萨，哦，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哦，那么神里面有善恶邪正不等，所以前面的经文有写到，若有善愿善心护持佛法，或护境界随持戒人，或护神咒随持咒者，或护禅定宝虽乏人，是等庆祝如来座下，那就是正神、善神、护法神。他就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呢是松岳啊，松山起戒于圆规禅师，这个山神向这个禅师求受五戒，哦，不杀杀盗淫妄哈。那时候我是山神，难免的。他说没关系，只要你不是自己杀的就 OK。那我还是有妻子，没关系啊，你只要不邪淫就好。类似像这样的话，哦，这个就是呢圆规禅师跟那个嵩山的山神开示，你还是可以受五戒啊。再来观帝啊，那就是护法神观身帝君，像智者大师。求受戒这样子，哦，所以这些都是善神正神，哦，通通都是善神正神。现在这边经文讲的不是这一种神，是邪神恶神，哦，所以灌顶书是先让我们了解，不要一看到 山林土地城隍穿越鬼神就一定认为是邪神恶神，哦，不一定，哦，所以这边才是邪神恶神，哦，然后执掌书里面呢就是刚刚墨学讲的，哦，其实他把它分清楚，啊，所以呢护经惑人略以三法，或有宣说淫秽破佛清净戒律，与彼城市的弟子潜行世间五欲，这个是用欲来破戒法，下面呢用愚痴破慧，用乱破定，戒定慧，他是用这样来解释这一段。首先那个很清楚的破戒没问题啊，淫欲
邪淫啊，婆切法啊。第二个呢，精进纯实草木，哎，看起来很好。智长书说，无意的精进，愚痴的盲修，一味食草食木，令人笑行。所以这个是愚痴破智慧破慧法哦。再来，无定行事，恼乱世人，这两句就是呢善乱破禅定。速嗔速喜，速情速淡，速信速疑，无定行事，一味恼乱世人，令失本修，就是破以乱来破定。对这一段的话，他用到了这个速嗔速喜啊，这些就是呢引用大乘起心论这一段，所以呢就把大乘起心论这一段呢就拿过来让大家做参考。那个地方也是起心论讲魔惑乱修行人的地方，或令人知宿命过去之事，亦知未来之事，得他心智，辩才无碍，能令众生贪着世间名利之事。这是一段跟前面讲的类似，经文不一样而已，类似。又令使人速嗔速喜，信无常准啊，或呢多慈爱，或呢多睡多病，其心懈怠啊。前面那个是让你的情绪起伏很大，后面这个呢是你身体多睡多病啊，然后呢让你的心变成懈怠，破坏你的精进，或者是呢初起精进后便修废，生于不信，多疑多虑，后舍本慎行，更修杂业，就没有办法定下心来好好修你的本来的法门。所以起心的这一段呢就是呢把它分成几句话分开来看。然后现在呢这执掌书通理法师执掌书呢他就是呢应用这个来说明后面那一句无定行事恼乱世人，可以配合这样来看啊。那我们的课本那边的一个断句呢主要是根据正脉书，所以呢它并没有呢像执掌书这样子的一个黑点跟句点啊，所以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正脉书这边呢并没有把它硬是把它拆成这样三段啊，只是呢刚好执掌书这样注解我觉得也蛮合理的啊。比较难的就是呢我们看到那个第二句精进纯实草木，不过后面还加一个无定寻思，那就麻烦了啊。所以这个执掌书这样的写法，一个愚痴一个散乱哦，还蛮能够配合经文的意思啊。好，所以这个是邪神恶鬼啊，鬼神是这样子来的哈。再来，这是第七个，再来第八个，贪求神力。好，请看经文。有善男子受因虚妙，不着邪律，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神通种种变化，研究化缘，贪取神力，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曾不觉之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通善男子处，呼作说法，世人或护手之火光，手错其光，分于所听四众头上，四诸听人顶上火光，皆长数尺，亦无热性，成不焚烧。这是第一招，光这一招就很好玩了哦，那跟那个魔术师，而且他的魔术师呢变化的功力比一般世间的厉害哦。我们继续把它念完啊。水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于空中安坐不动，或入瓶内，或处囊中，月有透环，成无障碍，唯于刀兵不得自在。自言是佛，身着白衣，受比丘礼，诽谤禅律，骂力徒众，奸弱人士，不必讥嫌，口中常说神通自在，或乎令人旁见佛土，鬼力惑人，非有真实，
赞叹行淫不悔初行，将诸猥亵以为传法。此名天地大力三经、海经、风经、河经、土经，一切草木积结精魅，或护龙魅，或受中仙再活为魅，或先其中纪年因死，其形不化，他怪所护，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现亡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多无见语。哦，所以刚刚说了这几招，一个火，一个水，然后呢，在空中坐在空中，哎，飘在空中，坐在那里不动，哎，哦，这更高明，这个完全是只有魔术师才做得到的哈。那底下的魔术师做不到了，或入瓶内，或处囊中，那么小的瓶子它可以进去，那么小的一个袋子它可以进去，那魔术师做不到的，魔术师只能够不见了这样子，整个人不见了，突然又从哪里出来这样，顶多就是这样而已啊，并不能够真的呢就躲到瓶子里面小小的香囊里面去。那月有透环，这个魔术师做得到，大卫魔术就做过了，大卫魔术就做这招哈。但是呢，有两句话，唯于刀兵不得自在啊。古时候是刀兵，现在呢用枪啊。你再怎么厉害，来枪打一枪看看，照死不误，还是会死啊，不得自在。为什么呢？啊，我们待会再看哈。所以首先呢，他心爱什么？心爱神通，种种变化，光这个就很明显就会出问题啊。那为了要有神通，所以研究化缘，贪取神力，一切千变万化的根源啊。所以请看讲义第三页这边，贪求神力执掌书的这一段，为自觉响应未破，所以圆通未及深证，神用无由妙发，神通妙用就发不起来。所以心爱菩萨神通自在，种种变化，尤其我们经文读到后面，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不思议等，那我修圆通应该也要有啊，希望赶快有，是这样哦。所以为了要有这些变化，由此研究变化之源，贪取神通妙力啊。然变化之源由圆通而发，你真的证得圆通境界呢，自然就有这样的妙用。神通妙力乃无作而现，但依本修，尽破后因，时节若至，其理自彰，本来就可以的，那是必然水落渠成的，水到渠成的啊。若乃起心研究，即若邪思，还着意贪取，玩而有作，安得不令天魔精魅后得其变哉？啊，有心要去研究，要去贪取，就容易被人家趁虚而入了。啊，灌顶书的解释补充而已，化缘啊，研究化缘变化之本体，贪求神力神变之利用。为无漏无漏生妙禅定，有漏无漏都一样，有漏无漏的生妙禅定，是你有了这个体，自然就有那个用。你先要有这个体，自然就能够从体起用。所以诸变化相为之妙用，今不待诸禅定而发，反而是贪心爱取。问题就在这边，没有证得那个体，你就想要有那个用，当然就被人家趁虚而入。哦，好，这就是他原来用心有误的地方，有错误的地方。再来，邪现邪惑事啊，刚刚稍微提了一下，一个火，一个水，一个空中，一个瓶内囊中啊，等等的。所以呢，执掌书呢这边他说，前面这个水火两个。光是第一个，你看那个经文，仔细看那个经文，你就觉得、真的很了不起耶！哦，等于呢，我一个那个蜡烛在这边，啊、哦，一直跟蜡烛这样烧着，然后呢，我手这么一抓，咚，
丢到你头上，你头上就一把火，咚，丢到你头上，你头上有一把火，然后呢，本来一个小小的火，来，那么火变大，哦，果然就变大，几尺哎，然后再变小，嗯，就变小，你的头发都没有受伤，你也不觉得有受伤，哦，然后收回来，收回来，很可怕哎，会表演这一套，你就觉得哦，这精彩。就算没有听到什么叫法哦，没有怎么听到什么教理，光看这个师傅表演这一套就够本了，这样值回票价，麻烦哦。所以你看，执掌书说此二事啊，跟前面他的注解做一个互通，类似呢，像观音菩萨的七难、火难、水难两种无畏。可是人家耳根圆通，是因为玄见玄文的妙力，所以能够玄火，所以能够在这个水火难当中呢，自在得解脱。现在他这边呢，玄火玄水，这是由见业文业，是业力去现的火跟水，不同在这边，啊、哦，所以那个是不一样。再来，空中安坐不动。我为什么采用他这一段呢？就是他就说明，我表演这个并不是只是让你们觉得好奇好看，是要让你们明白色空相即。否则光是讲色空相即，你们不能懂。我的色身就在空中，可以这样子飘上来，安住不动，这样叫做色空相即。然后我可以入瓶中，我可以入小小的囊袋中，代表了大小相含，用词都很高明。这个都是华严的法界缘起、性海缘起，他就用这个来解释这一些这么高级的佛法，世事无碍。华严那种世事无碍法界，十玄门。石宣门讲了半天都是语言文字，讲那么多你们都不懂，表演给你们看，这就叫做石宣门。大小相含啊，然后呢色空相即，然后呢世事无碍，我可以穿墙透壁啊、哦，所以呢执掌书说是魔力所作，久暂不同，有智者自能辨识啊。户呢，门窗关着可以超越，墙呢阻碍能够透过去，很像呢是神境、神境通、神足通，但是也是魔力所作，不同于二圣透过修行所发出来的，跟大圣的自信里面发展出来的哈、哦、发出来的，但是呢唯一刀兵不得自战，为什么？因为没有离欲，身剑未亡，不能使刀不伤。还有身见、哦、所以这一段执掌书的注解呢，的确呢把那个经文呢带进来啊，讲的呢比较细哈、哦。然后呢灌顶书呢他的解释哈、哦、自言，就是呢经文，我们刚刚引用执掌书指刀，那个刀兵不得自在嘛、哦、然后呢自言是佛身着白衣，这一段就改用灌顶书的。他说这一段呢是引诱坏教，破坏佛教。前面表演这个让你们增长信心之后都相信我的，所以佛在哪里？在这里啦、哦、所以自言是佛，你就不再相信了佛宝，所以呢毁佛宝。身着白衣受比丘礼，就是呢辱身，破坏身宝啊、嗯，所以呢，他就引用《人王经》《梵王经》里面讲，如果白衣高坐比丘地利，是佛的，是佛法的法灭相，啊，用这个来证明，啊，就类似像经文所写的这样子，啊，他说他是佛，身着白衣受比丘礼。再来，毁谤禅律，经文写毁谤禅律，这个坏法，禅跟律，法宝，前面佛宝。再来申宝，这边是法宝、哦、然后呢不诽谤讲经的，特别写到这个禅跟律，没诽谤讲，为什么？他本身他就说法，
自说邪恶，无证说法故，所以他不会讲这个讲经的残根律、哦、然后骂力徒众，恐众不依魔教故，不听我的话就骂，要依我的教法去修啊、哦、然后呢奸陋人士不必讥嫌，工人过去暗示亏心，魔为不轨之事，为什么要这样做？前面其实讲过了，显自具备神辨明通力故。你以为没有人知道？我都知道啊！啊，所以简非真圣，不与怪力乱神。可见呢，他不是真正的圣人，因为儒家的圣人都说了，不与怪力乱神。他连世间的圣人都还不如，啊。后面这两句实在不好解释，但是我是这样看这两句、哦、好，所以这个是他现邪惑事。再来说邪惑言，第一句就经文写的，他口中常说什么，他自己神通自在。那怎么证明他自己神通自在？你不信你来东看，这就是清净佛土，整个房间马上变佛土，不就是《维摩经》里面说的吗？对不对？佛的脚趾按地，马上就变佛土啊！我也一样啊，所以才会说呢，令人旁见佛土啊、哦！所以请看执掌书的解释：常说神通者，为求者心故，安慰想要求法的人，想要跟他学习的人。令见佛土目的在哪里？维摩经讲佛指暗地就变成清净庄严的暴土，那我现在让你看到的不就代表我就跟佛差不多吗？哦，为证自是佛故啊、哦！再来这个鬼力惑人非有真实，这两句啊，他说这两句直次其实妄不是真，就佛就说那不是真的啦，那是用他的神通鬼力、哦、让你以为看到佛土，是这样子、哦、所以再来赞叹行淫不悔出行，就像前面讲的男女二根就是菩提涅槃真处，不悔出行就是呢现前眼耳鼻舌身都是净土，完全跟前面的类似啦、哦、最后两句将诸猥亵以为传法、这个呢是把这些猥亵鄙秽之事以为传法，就是呢你能够传承我这一种行淫的，你就是真正的传承我的法的法子、那到最后还是离不开这些事情、最后此名什么天地大力三经海经风经河经土经，这些越来越多名词哎，刚开始都只有一种鬼啊，到了前面山林土地城隍穿越鬼神，现在呢更是更多金还不止，除了这些金，还有呢龙妹寿终仙活为妹，好多种都会做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只是要求神通，所以。这些三精鬼魅都有神通，所以魔附在他们身上很容易表演这些事情，所以变成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被魔所利用。好，我们出名四海这边看一下执掌书的注解，他说呢，一开始的天地大力四个字通指下面的五精，山经、海经、风经、河经、土经，都是呢天地大力，它不是小精灵呢，有大力量，已是天地间大力金故，它可以掌管这些山海风河土，所以才说呢这些东西各有掌管。照说这些经呢有正有邪。正者为神，邪者为精，但是他会被称之为精，他还是有一些力量的，所以才会说呢，能与正神分权，其力最大。那神通力量也不小了，
一切草木等茎节茎昧，这些呢起草异木，积节不死，受天地日月之精而为昧鬼。孙悟空不就这一类的吗？西游记里面描述的孙悟空就是这个这一类的、哦、石头蹦出来的嘛、哦、再来龙昧，经文写的龙昧，他说不是、哦、正常的那些龙，正常的龙是星云自语之龙，守天宫的龙，或者是守库藏的龙、哦、这个是正常的龙，现在是龙昧、哦、一则窃天之灵，一则盗物之精，皆可以为妖为魅，是这一种龙魅。它是一种龙，但是呢它不是正常的龙，而是呢会窃天之灵，盗物之精，所以就变成妖魅的这种龙。龙魅、哦、也会被魔所利用。还有一个呢，兽中仙。为什么写兽中仙？你注意看，兽中仙再活为魅，或仙其中应该死了，其形不化，被其他的妖怪所附在那个身体上。所以后面这一段都跟仙有关，所以请看执掌书啊、哦，他说这个寿终仙再活为魅，修仙本其长寿，不畏有终，没想到仙也会死，所以呢死有不甘，死不甘心，复本职而再活。这时候护着他本来的那个身体，仙体呢就再活过来，然后不信仙术了，死过一遍了，他就过去的仙术没有效，所以别做妖魅妖孽，这时候叫做魅，再活为魅，是这样子叫做再活为魅、哦、所以执掌书这一段写得很详细啊，正脉书没写这么多呵呵，他认为这些都是道家的东西，所以他就没有详细解释、哦、或仙其中，仙人会死啊，所以呢仙其中纪年因时等者，仙其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三千年，约之必有终尽时节，既有终尽则纪其年岁因时，但以精炼炼精养气，神去而形犹不化。所以那个仙体呢，仙人死了，那个体呢不是没有用，还是可以用，故自他怪所护，借其职而为魅。所以那个仙呢就不再是本来的仙，是被人家附在上面变成魅了，是他怪所护的。所以他到这里就把经文呢这一段呢解释清楚了，然后下面是他觉得修仙变成这样不是很可惜吗？仙术本为长生，炼形元其不化，其乃时节既至，时间到了，仙人也会死，神识难留，徒留虚躯，被怪所占，被人家被其他的妖怪所占，可惜以往功恨，反之妖孽，多可惜啊！哦，不修三昧三摩地，而纯享故行者，就是修仙的啊，疑之猛醒啊，如果知道这样的话，好好好好醒过来吧，不要再修仙了哦。好，最后年老二句，年老成魔，扰乱世人，就如上所说的这些精魅，年老成于魔女，所以魔驱使他啊，盖为扰乱世人，愚可失之，以此类推。好、哦，所以这个是第八段贪求神力，还有第九段啊、哦，这个呢越来越类似的东西，所以呢赶快念一念。后239页最后一行，有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入灭，研究化性，贪求深空，所以那个入灭跟深空是相关的。而是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终不觉之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空善男子处，复作说法于大众内，其形忽空，众无所见，还从虚空突然而出，纯墨自在，或现其身动如琉璃，或垂手足作旃檀器，
或大小便如厚实蜜，很甜啊。非毁戒律，亲见出家啊，这是不需要磨砺。有糖尿病也会，口中常说无因无果，一时有灭，无复后生，其诸繁盛，虽得空寂，潜行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波无因果。此名日月薄时精气，金玉之草，灵凤龟鹤，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主心生，去彼人敌，弟子与师多现亡难，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多无见欲啊。所以呢，先来研究他怎么会落入这种状况，心爱入灭，然后呢贪求升空。请看讲义，正脉书说，这边的入灭不是涅槃，如果涅槃还好，但欲空生，存没自在哦。他很简单的注解就这样而已哦。哦，灌顶说呢就多一点啊。这个研究化性，这边的化性是化有归无之性理，不是变化而已，是化有归无。所以呢，年变月化，日迁念谢啊，从时间长的年到月，从月到日，从日呢到念，都会这样的变化，变化化理不住，运运密移，一切生性终归变灭，到最后都空都没有啊、哦。然后呢，这时候贪求升空，几个讲法：第一，杜绝诸行，变成断灭空；第二个，但欲空生，隐显自在。正脉书就采用这个哦，也就是说，也有人解释呢，那个升空是断灭空。第二个呢，就是正脉书用的这个；第三个，不要有为，单无为空，稍微好一点，只是偏了小圣啊。第四个，求出生死，取涅槃极尽，这个 OK 哦，这个还 OK。所以那个升空呢，可以从最错误的到第四个呢是正确的啊。但是呢，虽然如此，熟知妄想尽，真空显。生灭除，即灭就可以现前。一真经而成习披露，觉明尽而虚情无影，本来就有这样的功能，就有这样的功用，你不需要特别去贪求。就算你第四个，你还有贪求升空，那也是问题。所以稍起爱求，成想异心，天魔邪视，扰害有由，就有可以侵入的地方，有机可乘了、啊哦。所以现邪惑事这边呢，我们先把重点看一下。第一个说法现空，就是呢经文写的，他突然在大众中不见了，众无所见，突然又从虚空中冒出来了。哦，所以呢，执掌师说这里面是什么？你看，即有而空，突然出来，即空而有，哎，冠冕堂皇的理由呢？空有不二，空有自在，哎，多厉害！再来啊，身体动如琉璃，身体就是空的嘛，所以呢讲身是空你们不能够了解，表演给你看，动如琉璃。哦，再来垂手足作旃檀器啊，这大小便如厚实蜜是什么？极染而净，极臭而香。你看看，这个不是讲道理而已，都可以表演给大家看啊！染净不二，空有不二，啊，这哪里是讲好玩的，讲教理而已啊！马上就表演给你看，你一看，哇，这才是真正的善知识啊！这才是真正这个有修行的人啊！讲了半天，你只会讲这些教理，啊，也没有看见你表演两招给我们看。跟着你干什么呢？还是跟这样的善知识比较厉害？那就完了啊！如果你是用这样的判断标准，你就回不来了。好，今天就先到这里哈，邪惑事就下礼拜再细讲了哈。好，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